两张。哇靠！我是普卡两张啦。正好果跟我跑到卡，对吧？很神奇吧？恭喜！然后另外一张要跑哪去了？应该可以拿一张给人家换一下。应该会有要玛雅，玛雅的大招还蛮好看的，对吧？玛雅是最猛的白兜虫啊，它是布的虫中最猛的。必杀技好控哦，100多，对吧？超控的，对吧？随随便便都150吧。我没有，我是没有配那个高配的，所以就没有那个。你配布的追击，然后再助手灌满。哦。你助手灌技巧，必杀技就会比较猛。你还没有遇过一个，我要遇过一个也是一个有爸爸，也是专玩甲虫的，跟他小孩玩街机，他说也是花10000多块，一堆卡片以后就买了，哥，超厉害的哥。嗯，买卡片有好处有坏处啊。我觉得买卡片有的时候感觉有点太贵，有时候被坑啊，太坑了，1000多块钱。有时候你所以欧洲一点啊，不过像我这种非洲确实有点需要买卡片，是吧？像那个，但是其实黑夜那个，我那个已经花高超过可以买卡片价格，都还没转高卡就对了。但其实我觉得，我上一干好像几乎上面的闪卡都拿到了，一期干闪卡都拿到了，然后就缺一张吧，一张没有闪而已吧。我觉得这一排闪卡都有，超好笑的。哦，我恭喜哦！啊，就只有那个，就只有那个没拿到，对吧？闪卡就不拿到，对吧？那时候赫克一次就拿到一张而已，是啊，花1500、1600。可恶，摆错队了，对吧？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黑，需要花1500还拿一张闪卡，对吧？哦，我问别人，他们说几百块就拿到3-4张，对吧？然后这干很佛心啊，多了黄金甲虫大师，巨大饼超好拿高的，比那个西方赫克一次还好拿高。现在已经暴跌了，对吧？他应该没有西方赫克值钱吧？巨大饼，对吧？现在应该超不值钱吧？绝对没有，因为我这种非洲人拿了2张，对吧？绝对没有。现在多了黄金甲虫大师真的超好拿高那个巨大饼啊！所以我怕以后克兰会泛滥，可是泛滥之后。是大家的福利，简单暴力啊，比赛实用啊，啊，没有顶配不顶配的问题，对吧？比较好吃啊，只要有超级的就是顶配、啊，那种剪刀石头布默契度的，只要有超级的就是顶配，有就是高配。你说那张会是巨星，就可能转到？我觉得是巨星。有人说不会，有人说嘎巨星不会拿高。哦，巨星不会呀？没有，我是说嘎这种关卡不会抓高，就是一定要。他说是锁在两人合作哦，不是那个就那就不是了，那就不对了。有人跟我说克兰是锁在两人合作，不会出现在。我估计他克兰就像这弹的巨大饼一样，你所有的关、啊、不限时段都能拿到。我也是这样认为，因为他也是主角之一啊，他是三主角之一啊，应该而且还是男角的。而且我你有没有发现？对啊，超神话他就是每一弹都出一个男角，一个男角，一个女角的虫。